《秦帝国》第三部《金戈铁马》第十二章《世相峥嵘》。蔺相如道：“五百年前，楚国御工卞和于荆山觅得一方合抱大石，此时生于嶙峋山腰，石下进出丛丛泉水。卞和天赋慧眼，识得此方大石中藏有不世至宝，便将此石进献楚厉王。” 说：“此中宝玉，但作王印之才，可使国运绵长。”楚厉王当即传来王室上方之三名玉工师评判，三玉师皆说：“此时粗朴无形，安得有宝？分明是此人欺世盗名。”楚王大怒，立即砍掉卞和双脚，赶出宫外。卞和出宫，抱着大石在荆山下风餐露宿，日夜哭泣。 三年间，发如霜雪，形容枯槁，举世视为怪异不祥。后来楚文王即位，派使者到荆山下询问，卞和哭道：“吾之悲哀，不在失足，而在举世宝玉隐没顽石之间也。世无慧眼，宝玉作实，分明忠贞，却认罪人。泱泱楚国，不亦悲乎？”楚文王得报。 立即带玉弓前赴荆山，剖开完时，果见光华宝玉。楚文王当即下书封卞和为陵阳侯，领地六十里。卞和却只是长身一弓，国宝现世，和当去也。和珅滚下山崖，死在了荆山南麓。楚文王心感卞和坚贞守宝，因命此宝为和氏璧。秦王以为。 这不是血泪故事吗？便何蠢公也！秦昭王被这个故事吸引了，皱着眉头道：“何不自己剖开大石，取出玉石献国？岂非省了断足大灾？”秦王不知做工之难也。蔺相如一声叹息：“剖藏玉之时，须得特铸镔铁刀具。” 与北海细沙，此两物非楚国所产，郢都上方尚需从他国买得。寻常玉工却如何剖石窃玉也？原来如此，特使博闻。秦昭王笑道：“说说，和氏璧瑕疵何在？”此璧之瑕疵，即此璧之神异也。蔺相如将和氏璧托起。 对着阳光，一缕红光骤然一闪。秦王须知，当初卞和一缕鲜血溅入玉身，使此璧于白绿亮色之中有了一缕炎炎红光。楚人说此为血光，亦是卞和灵魂归附之所也。血光何算瑕疵？有此血光，正合战国大争之道，真我大秦国宝也。 秦昭王一伸手，来，本王再看看。蔺相如猛然靠近铜柱，将玉璧高高举起，怒火上冲道：“秦王若再近前一步，蔺相如与玉璧一起毁于铜柱之下。”好个蔺相如，突兀变脸，却是为何？秦昭王大为惊讶。 秦王何明之故问也？蔺相如怒发冲冠，愤然高声：“何氏璧天下重宝，赵王奉若神器，斋戒五日，方才郑重送来咸阳。秦王得宝，却传知内侍侍女轻慢辱弄天下名器，却只字不提割城交换之事，分明蔑视赵国。身为特使，蔺相如何能忍之？” 秦昭王愣怔片刻，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好好，来人，拿地图来。”树立匆匆拿来一卷羊皮大图，展开。秦昭王指点着地图：“特使看好了，这河内十五城与赵国接壤，割给赵国如何？”蔺相如冷笑道：“和氏璧价值连城，岂可一语了事？” 秦王当仿效赵王斋戒五日，举行隆重朝会，交换割城国书。蔺相如自当奉上和氏璧。秦昭王思忖片刻，笑道：“好，依你了。本王斋戒五日，你再献宝。”来人，将赵国特使安置广城船社住下。五日后，朝会。 说罢，拂袖去了。传舍，客栈也。广城传舍是章台外一座最有名的客栈兼酒肆，94, 宽敞整洁，偶尔也兼作国府驿馆。外国使节但在章台觐见秦王，大多住在这广城传舍。因了这个缘由，执掌邦交的行人署在这广城传舍住了一名吏员，称为传舍吏。 专司接待照应外邦使节，蔺相如一行注定已经是日暮时分。用过晚餐，蔺相如叫过两名黑衣武士商议一番，黑衣武士当即扮作商旅出了船舍。片刻之后，蔺相如带着两名护卫乘坐摇车公然出行，对传舍利只说是要到赵国特使营安置事务，临临去了。 到得风水南岸，正遇两名黑衣商旅等候。蔺相如将和氏璧交两人收好，吩咐两人即刻飞骑北上。蔺相如为武士选定的路径是从咸阳北坂直上河西上郡，在西出离石要塞直入赵国。这条路比东出函谷关的大道要近得大半。两名武士不出三五日，已经回到了邯郸。 送回和氏璧，蔺相如在广城船舍泰然住了下来。到得第六日清晨，船舍外车马仪仗大有声势，行人属奉王命前来迎接特使献宝。蔺相如也不说话，只从容登车进了章台宫。这次，章台宫正殿当真是盛大朝会，威仪赫赫。 呼宣之声随着蔺相如脚步从宫门外叠次上船，直达正殿。依照礼仪参见完毕，王座上秦昭王威严矜持的开了口：“赵使蔺相如，本王已经如约斋戒,戒五日，今日当献和氏璧也。”蔺相如正色道：“秦王明察，不是赵国献璧，而是秦国。” 以成易毕。秦昭王道：“便是以成易毕，本王也已对你只看了河内十五城，还有何说？”蔺相如悠然一笑：“和氏璧已经安然归赵，外臣请说其中缘故。”秦昭王骤然大怒，拍案道：“大胆，蔺相如！” 竟敢戏弄大秦吗？蔺相如长身一躬道：“秦王明察，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代国君，与山东诸侯从未有过奸明约束，口头允诺立成泡影者多矣。蔺相如诚恐见欺于秦王，而犹辱使命，故此完璧归赵。秦王若果真以十五座城池交换。” 敢请立即派出交割特使，随臣前往河内，疑似赵国接防十五城。蔺相如当即奉上和氏璧。赵国虽强，终比秦国实力又差。赵国无意开罪秦国，更不欲以一方玉璧欺骗秦国而一笑天下。秦王若醉我，蔺相如愿就汤祸之刑，甘受烹杀，而无怨也。 大殿中一片沉寂，秦国君臣都被这个从容应对、自请烹杀的赵国使臣震撼了。准确地说，还有几分敬佩。虽则如此，毕竟是邦交难堪，大臣们纷纷,纷怒声指斥：“赵国无信，亵渎秦王，该杀！”蔺相如当下油祸烹杀。突然，秦昭王哈哈大笑一阵。 蔺相如，算得一个人物也。本王纵然杀你，终是不能得避何苦来哉？必城交换，原是买卖一桩，愿做则做，不做也罢。谅赵王不至以一玉璧欺我大秦也。蔺相如，本王放你回赵，此事日后再说。说罢，径自拂袖去了。 蔺相如回到邯郸，在赵国朝野声名鹊起，惠文王更是感愧不已，立即下书拜蔺相如为上大夫，执掌邦交。一场由秦国发动的邦交危机就此不了了之，秦国从此不再提起交换和氏璧，赵国也不再提起割让城池，两大强国在这场邦交战中又打了个平手。三。 赵瑟秦盆，蔺相如尽显胆识。战场平手，邦交平手，事情自然没有完结。在赵惠文王正与一般重臣秘密谋划，准备推行第二次变法之际，秦国特使王姬再次进入邯郸，邀赵王在河内与秦王会盟修好。这一突兀举动，顿时又在赵国引起了种种猜测议论。 赴约与否，几名重臣纷争不一。此时的赵国文武大才兼备，朝局生气勃勃。马夫君赵奢伤病虚弱，力荐老将廉颇做了大将军，统帅军事。国尉许力相助，名将岳成、楼缓镇守北边长城。赵奢与隐居的乐毅父子，则力所能及地不断谋划。 军争大事前所未有的整齐，国政有文武兼备的平原君赵胜，邦交有后起之秀蔺相如，堪称明君强臣济济一堂。然则，如何应对秦国发动的又一次邦交大战？大臣们却是一时不能统一。大将军廉颇与国尉许力认为秦国意在欺骗天下，坚持不赞同赵王赴约。乐城。 楼缓一般大将则主张即或赴约，亦当在第三国选地，而不当在秦国河内。平原君赵胜、马福君赵奢都主张不宜拒绝修好盟会，毕竟能够当真与秦国修好，而使赵国安定数年，对赵国也是求之不得的二次变法时机。然则赵胜、赵,赵奢,奢都有一个担心，怕秦昭王故伎重演，使赵王。 做了楚怀王第二，虽说目下赵国之强大远非昔日楚国可比，然则秦国对山东六国之威压欺侮，也是远远甚于从前。万一赵王有失，对赵国便是无法估量的一击。届时，纵是兴兵攻秦，邦交尊严、国势衰颓，也是无可挽回了。只有蔺相如主张赴约，理由只有一个。 赵虽实力稍弱，然大体与秦国正当军事斡旋之时，军事兵争犹不退让，邦交安可为敌退让？至于邦交尊严，蔺相如自请一力承担。赵王本来也怕秦王有背后图谋，不欲应约，然则今蔺相如一番剖析，又觉得不能示弱于秦，思忖再三，下了一道王书。 会盟秦王，交上大夫蔺相如全权处置，其余大臣各听调遣。蔺相如奉命，先与秦国特使王姬会晤磋商，提出秦赵会盟当在第三国居中地，否则有失公允。王姬丝毫没有为难，爽朗笑道：“秦国但谋两国修好，亦在河内尽东道之礼也。” 若赵王觉他国好，便是他国上大夫确定会见帝。听得王姬如此说法，蔺相如知是秦国君臣已经商议好了应变之策，却不宜说破，便也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会见帝在河外渑池如何？”好，王姬拍案：“渑池寒地，两王路途相当。” 便是渑池。蔺相如笑道：“即使我帮定了地点，请秦国确定时日，好说。”王姬一挥手：“秦王之意可在中秋，如何？”也好。蔺相如道：“中秋月圆，会盟好兆也。” 议定了会盟地点、时日，蔺相如来到大将军府拜会廉颇。按照赵国的七级爵位，君、侯、上卿、客卿、武大夫、上大夫、大夫、上大夫尚只是第六级爵位。论实际执掌，邦交虽则是重要实权，但在各国历来属于丞相府辖制。 蔺相如以上大夫爵执掌邦交，虽说是直接面对赵王的列班大臣，但无论如何也还说不上高爵重臣。老廉颇不同，执任大将军是一等一的重臣，爵位虽是上卿第三级，但在非王族大臣中几乎是最高爵位了。赵国法度，君侯两级爵位有封地，非特殊功勋与王族大臣不能授予。 目下之赵国，非王族封君者，只有赵奢、乐毅两人。廉颇虽然后来也被赵孝成王封为信平君，然此时爵位尚只是上卿。虽则老廉颇如此显赫，但对于蔺相如而言，与廉颇本无同属。目下又是奉命全权调遣秦赵邦交，正是炙手可热的新锐大臣，即便评理会商，也不为过。 然则，蔺相如对这位大将军分外敬重。老廉颇非但是高职高爵重臣，且是蔺相如素来景仰的赵国长城。蔺相如宁愿执下属之礼拜会大将军府。门吏如飞般报进，蔺相如尚在门廊下肃立等候，影壁后有力的脚步声伴着苍老浑厚的笑声已飞了过来。 大贤士如此礼敬，老夫如何当得也？孝语方罢，须发雪白，神色健忘，一身红色胡服软甲的老将军已经到了面前。蔺相如连忙深深一躬：“在下蔺相如，见过大将军。”老廉颇哈哈大笑着扶住了蔺相如：“商大夫后生新锐，老夫粗莽武夫，正欲讨教了。” 来，进来说话。拉着蔺相如手，大步进了庭院，来到水池边一座茅亭下。廉颇笑道：“屋间闷热，便在这里说话。来，这是凉茶。”蔺相如一看，亭下石岸上除了桃胡桃碗，便是摊开的几卷竹简与一张羊皮地图，显见是廉颇正在这里谋划何事。 引得一大陶碗凉茶，蔺相如一拱手道：“大将军，可是在谋划要于河内秦赵边境部署大军？咦，你如何得知了？”廉颇大是惊讶，蔺相如道：“在下前来，正是要请大将军，在两王渑池会盟期间，切莫对秦国河内施压。为何？” 廉颇目光炯炯。我大军压迫河内，赵王方得免持安全。蔺相如摇摇头道：“大将军，试想，赵军压迫河内，秦军岂能不同等部署？两支大军对峙在侧，两王会盟，岂非天下笑柄？赵国若要争取会盟成功，不能打军压阵。” 廉颇思忖一阵，笑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但没有军备，老夫总是担心也。”蔺相如道：“在下以为，大将军目下军备，当在上党。为何？”廉颇又惊讶了：“秦国若要施压于我。” 必在此处。蔺相如指点着石岸上的羊皮地图：“赵国上党，南与韩国上党相连。秦国若夺取韩国上党，等于夺取了赵国上党之根基也。”哦，老夫明白也。廉颇恍然：“这叫敲山震虎，既不落进攻赵国之名。” 又实实在在地威慑了赵国。以白起之狡诈，有此可能，老夫便卡在这里。廉颇粗大的指头当当点着上党中部山地的壶关。白起再来，老夫正好报一箭之仇。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十二章：势象峥嵘。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